我跟你说，我哥啊，非常容易啊，十分钟可能他就阵亡了。我只要写，请问你们现在要干嘛？太好了，没有这样的，没有这样的，请问你们不是我画一只羊，真的蛮好看的。好了，怎么了？宠物的话题有兴趣是吗？我爸妈就是这么关爱。小哥小心哦，答非所问政策。来，莫名其妙，观众远一直看我，还不敢翻白眼。那是谁？眼睛好厉害。冠军任务，每周六晚上7点钟就在卫视中文台。